你想好了？嗯。什么？赶紧杀了他，把灵体抢过来。杀了！妖族即将入侵，你们这些灵丹修士非但不早早回到内海，反而在此地为争夺宝物而厮杀。既然如此，暂且受我所制吧。师弟，动不了了，这股力量是。 灵尊强者，前辈饶命啊！我们知错了。先等着吧。多谢前辈助我凝视灵体，还望前辈赐名。从此以后，你便叫做风灵吧。哇，好漂亮的铠甲！你在刚入世，对外界了解颇少，这套金甲可以保证你的灵力不外泄，不被别人注意到。 你就这样跟随在我身旁吧。本以为被前辈炼化后会被雪藏起来，没想到前辈竟然就这样将我留在身边。前辈，需要我帮你处理掉那群人吗？前辈，我们外海修士见到宝物都有争夺之心，希望前辈原谅我们，我等愿意将自己的储物袋交给前辈。前辈饶命啊！哈哈哈哈，六道宗的道友，刚刚是什么宝物出世？ 也让老夫开开眼界，否则老夫可不能保证你们低阶弟子的安全。这是，诸位道友，是在下走错地方了。告辞。怎么回事？飞剑居然动不了。这位道友，既然来了，那就不要走了。这是什么力量？竟然让我一丝灵力都用不出来。六道宗何时有了这种怪物？来。 前辈饶命，晚辈打扰了前辈清修，晚辈罪该万死。前辈，这柄剑好像还不错。一柄火属性灵剑，若是能够在家锤炼一番，倒也算是一件极品宝物。你拿着吧。多谢前辈。两位前辈喜欢就好。前辈，该如何处置这十八人？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为我所驱使。 若有不从者，死。是。你先将这十八人安排妥当，然后我们就返回内海。遵命。诸位道友，你们当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？前辈收下你们，你们不感恩戴德也就罢了，怎么还一副哭丧脸的样子？何道友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张道友，竟然是你！咱们得有十几年没见面了吧？我还记得。 你当年在拍卖会上夺走了我看中的一株灵草呢，何道友，这等小事何必记在心上？若你能够为我求情，让我离开，在下愿意百倍偿还道友。张道友，你真是愚笨，这等机缘摆在面前，竟然还想离开？你可知道收服你们的前辈是谁？前辈他修为极高，灭杀尔等易如反掌，他的真正修为应该在灵尊境界。什么？ 灵丹境修士怎么可能给人当奴仆？你做得到，我可做不到。从今天起，主爷我就帮你开启修为。 选一把，尝试圣上最强的剑！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，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入不了的人，竟然敢不崇拜武将王成，白墨淘汰，下一个，系统，使用一次顿悟机会。
身为魔帝亲子，纵然帝武曾有如何，我圣神宗不收。那就继续。真的，你让他救成这样去了？秦羽啊秦羽，当年留你一条命，你在大荒苟且偷生不好吗？非要来自取灭亡？赵剑，李清河，行驾血潮。 秦羽，你的修为不可能，他明明已经经脉尽碎，成为废人，怎么会？那我真正让你来吧，秦羽！大师兄，这是什么情况？系统检测的。 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，部分功能现已受损，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 boss 六魔头开始新的冒险。啊！这都是些什么呀？退出！我要退出游戏！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